这木头，我吃一个。你少吃一点，一会儿告诉你那个就是柴火棍。拿一片苏子叶，放牛肉，放蕨菜，放牛肉，放蕨菜，放煎豆腐，放五花肉，放辣椒圈，蘸辣椒酱，给旁边的白鹿吃。赶紧。太闹了！我的妈呀！吹口哨，吹口哨！哇，这泡面无敌了！哦，朋友们，可惜了，我中午来之前吃了一个，太可惜了。打泡猪肉，普通皮包水果能吃吗？我黑暗料理吗？好吃啊，真好吃啊。给大家准备了菜呢。云南由于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等因素的影响，饮食原料来源丰富，烹饪方式古朴且多样。在这里，我们也将以云南美食为题目进行最后一次答题。哦，接下来我们会送上七道美食，其中六道都是云南的特色美食，一道是我们新开发的美食。节目组自己开发的。黑暗料理啊，折耳根炒肉，你那是黑暗料理。你们需要把这一道新开发的美食找出来。你们有厨师证吗？你们就开吧。我们七道菜全部都是厨师做的啊。那我们就尝尝就知道哪个黑暗了。这一轮一共有25根黑玉米，大家有2次回答的机会。到底今天最后哪个阵营有资格拿玉米兑换奖品，也要看笨鸟能否隐藏到最后。好，行，这给弟弟饿的。请裁判给大家上菜。一说上菜啊，都鼓掌了。凉拌猪血。凉拌猪血。这个是不是有点离谱啊？凉拌的猪血。仙人掌刺身。仙人掌刺身是真的。这什么？猪肉刺身，我真的第一次见。蚂蚁气锅鸡，里面有蚂蚁啊！好多眼睛，好害怕。昆虫总动员一定是真的。木姜子根是什么？木姜子根。耶！说实话，云南这边吃的确实挺怪，你也说不准他们到底是有没有这个，你拿不准。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七道菜啊。第一道木姜子根，哦，大师在这儿呢。这是木头啊？啊，对。啊？云南特有的珊瑚礁根。啊？你确定吗？你确定吗？白鹿眼神是你在瞎编吧？我觉得你忽悠我。你昨天晚上这个木头从哪儿捡来的？真的确定？要不要我闻一闻？闻闻来。这可以直接啃吗，哥？是一种调料啊？对，是一种香料。好像是，我闻我闻，闻到啥了呀？香啊，木质香，有点大衣柜里樟脑那味儿。啊，这好香啊！这是生香，它是一种香料，尝一个就知道了。对，不就是木头皮吗？我怎么觉得这个木头是智商税呢？它就是木头啊。为什么要吃木头？这木头，我吃一个。你少吃一点，一会儿告诉你那个就是柴火棍。第二道菜是昆虫总动员，里面包含了竹虫、蚕蛹、蜂蛹、水蜻蜓、蚂蚱，采用蒸、炸、凉拌、炒、红油、酸笋、煮5种方式烹调。昆虫总动员应该是真的吧？这个有，我吃过。还有蠕虫、蚂蚱、蜜蜂、蜂蛹，哦，好好吃，真的假的？真的，最好是我吃一个。蠕虫太好吃了，什么味儿啊？
焦了的蛋白质，高蛋白。宋仲基好吓人。昆虫总动员，他这还没全来呢，全来比这还多呢。你这是半动员，还有在家没出来的呢。第三道剁椒鱼眼，选取了皖鱼的鱼眼以及周边的肉，肉质鲜美，特别有嚼劲，以剁椒烹饪后麻辣鲜香。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鱼眼，假的，搁哪儿的肉？就眼睛和脑袋。鱼眼和鱼眼周边的肉。啊，周边的肉，眼周的肌肉，可以尝一尝吗？啊，你这说你自己是甜妹儿，他刚刚跟我说我是大甜妹儿。甜妹儿呢，就是不喜欢那种甜甜的东西。谁是甜妹？你算甜妹？我可不是甜妹，可是我是大甜妹。我真受不了这个东西。你尝尝，你尝尝，没事，你吃吧。这个，这个，啊，我可以尝一尝吗？可以。你看我是大甜妹吧？赶紧的。孟子义刚才在车上就说我要吃大鱼大肉，来了，大鱼大肉。嗯，不错，这挺好吃的。第四道，蚂蚁汽锅鸡。真的，真的。在煮好的鸡肉火锅里撒一把蚂蚁，蚂蚁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那鸡是什么呢？鸡没有营养吗？哎呀。鸡肉火锅可以接受，来了一堆蚂蚁。蚂蚁我好像知道，我觉得这个猪肉刺身有点过分了，攻击到我的底线了。猪肉刺身，它可以品尝到最新鲜的猪皮和猪肉的口感。我觉得猪肉那个不太像。我尝一口行吗？可以，可以。哇，哇，勇士，为你鼓掌。这姐鼓掌。不是我就试它一下。你都已经说出这句话了，你尝一口，你尝一口。不是，我就想试他一下，他如果让我吃，那说明这道菜应该是真的。哎呀，那你把他们想太好了。来来来，不用不用，不用对我这么好。来来来，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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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是生态片，如果不能吃的东西，它不会上的。这是生态片还是虐待片？受不了了。下一道，仙人掌刺身，就是黄瓜。像黄瓜。新鲜采摘的仙人掌，这能吃的？它都拉丝儿了，从我这个角度粘的，有没有可能那玩意儿就是一个青瓜条拿过来骗你们的？是仙人掌吗？就是植物的味道，有点像拔丝黄瓜。拔丝黄瓜，这我得尝一口。你尝这个，带刺儿的。我觉得仙人掌怪怪的。没有没有，仙人掌应该是对的。最后一道，凉拌猪血。用新鲜的猪血打片，佐以各色调料，口感似果冻，酸辣可口。生的呀，看一下，生的。鲜猪血会不会不是猪血，放了颜料？我尝一口，你来，来，你来。你们是真不怕我死？要不我吃一口？我觉得你吃三块，哥哥。你这样，你先吃一小块那个，完了之后你再吃一小块这个。对比一下这俩哪个假，再啃一口那个根。就咱既然已经出来一个人，就可一个人来。能吃吗？可以吃，但是因为它是生冷的，所以肠胃不好的不要紧。还好刚才垫了一碗米粉。那你的胃有东西了，可以尝试一下猪血。你别说，我还真想试试。来来来。哎呀哎呀，掉手上了，多来点辣椒。好吃的，好吃的，是什么味儿啊？好吃的，我觉得他可能骗我们。好吃正好吃，他有可能骗我。没有，好吃的，果冻就是那个辣椒的香味儿，这好吃好吃，真好吃。那大家可以互相聊一聊，你们觉得哪个是我们研发的？我觉得这个假的应该是在这个猪血和猪刺身这两个。我感觉他一下上来两个猪肉就可能都是真的，如果只有一个就说明有点假。说实话，导演组的刀工艺绝对没这么好，能骗把猪肉骗成这样。对，这肯定是对的。这虫肯定有，这有，云南特别吃虫的，云南有名。这蚂蚁汽锅也没有，这有，这真的有，这有这有。节目组可能专门去找这么多蚂蚁，我觉得什么就这养殖的蚂蚁。我说还他找蚂蚁，我说节目组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别的地儿的。那会不会是鱼头改装成鱼眼，变成他们自创的呢？就没有剁椒鱼眼。按道理来讲，剁椒鱼眼你就应该把眼睛弄出来，就应该全是小眼珠。对啊，
越说越残忍了，全是小眼珠。你们真的好可怕。所以他知道菜其实应该叫剁椒小鱼头组合，但是因为他们自创的，所以说就给了一个剁椒鱼眼，就很奇怪的名字。哦，有道理。你们两个怎么这么能够自说自话？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咱们说啊，一个专业的厨师，他会在出锅以后，在这个猪血上撒点葱花。为什么这个是导演组做的，没有香菜上面？没有点缀，有点匆忙。我不信。我觉得最好作假的就是这个。说实话，谁吃过仙人掌？谁能确定那就是仙人掌吗？哎，我问一下，不管这个菜有没有，你确定这是仙人掌是吧？不是黄瓜是吧？就食材上不骗人。这就不能再往下说了，你们自己判断。哎呦！你看这里面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哦，是白的，完全不是一个材质。被我发现，你看，哦，哎，这个可以吃吗？我想，我刚试了那个，我想试一下是不是一种。一个是包了皮儿的，一个是没有包皮儿的。咱第一次常住也没有必要这么拼啊。我这能吃吗？我真吃一口啊。你吃。不对，味儿是一样的。是一样的。这样吧，为了验证它是不是笨鸟，我也吃一口。一样的，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怎么会出了两种味蕾？你俩就肯定是笨鸟了。不对。这个不拉丝儿。这拉丝儿。这一定不拉丝儿。绝对不一样。你吃的那地儿靠后了，它没有丝儿了。你往前吃。前丝儿。对，你看那里面是一样的。味道不一样。拉丝了，拉丝了，拉丝了。你看，你看，这是口水吧？不是，这拉好长，好长的丝哦。对，拉丝。好了。啊、李晨是笨鸟，承认了。绝对的，晨哥跟真源是笨鸟。漏了。不是，你不可能指他，因为他刚才上一局他拉我去看的答案啊。迷惑你们呢？这把来不及了，上一把已经赢了，咱们不可能，我们俩上一把是赢的，我们五个人，你我，我们几个人绝对是没有身份的。哎呦，你这么不想听他说话吗？我又看到了沙溢在开始浑水摸鱼，沙哥开始带节奏了，你看看他一直在搅和，你俩肯定是一帮的，我告诉你，李晨、张真源，李晨、张真源，老沙、老李、老李、老张，千万别听沙溢的，选鱼头，听我的，别听他的，不是，因为我刚才尝了这片木头。难以下咽啊！我吃了两口，而且那道菜木姜子根只是一个调料，那道菜不应该叫木姜子根吧？它最起码是个什么什么菜？这锅是饵块肯定是这名的，我确定。所以就没有这个菜，它就不成一个菜，这个玩意儿，木姜饵块。我觉得是导演组就是耍了个小心机，把它加在里边。那我觉得是 A， 木姜子根。这不像根呢，根这么粗吗？老树根，跟你一样。我觉得他把最怕我们吃的那根树根给拿走。你觉得他有毒没毒吧？毒肯定没有，有毒白鹿应该已经走了。唯一吃的这木头的是我。接下来就要进行表决了，这一轮拥有投票权的是李晨、郑恺、张真源、范丞丞、蔡文静、白鹿，你们六位。我这明辨事理的没有权利啊。倒数三个数之后，就请大家亮结果啊。三，赌一下吧。二，一，请亮牌。那我就选这个呗。C， 你怎么又改 C 了 ？G， 第一次做出的选择就是 A， 木姜子根。你们的回答是错误的。是哪个木姜子根就是这边当地的特色的调料啊。好笨呐、啊、请把我刚才的发言删掉，不要让当地人看到。我都说了他有饵块，我吃过饵块。那我们下一个选什么呢？真的选 G， 好人想赢选 G。 C 吧，怎么感觉每个人都在带节奏？选 C， 咱们就能挣十个玉米。为什么沙哥一直想让我选 C 啊？我跟你说，那就这个，最简单又最复杂。
因为这个最好作假。凯哥肯定是铁坏鸟了。我怎么笨鸟了？都吃了这么多遍，甚至都把里面的那个真仙人掌给啃了。我没啃真仙人掌啊。哦，我没吃。凯哥，这么多季没有人相信你，来，我信你一次。来 FF， 哎，是不是？我只是想信你一次，这次不够，下次再也不信你了。那不也不能赖我呀，这导演组太具迷惑性了。我也选 F， 来吧，试一下，咱就跟凯哥赌一下。等一下，哎，想不想赢？咱这是只想知道真相。倒数快，三、二、一，请亮牌。你别选他的。三个 F， 这里面必有一头狼，绝对是狼，坏鸟。那 F 仙人掌刺身就是云南的当地特色 ，No， 所以回答错误。先请裁判把25根黑玉米放到笨鸟的积分区。你给我公布正确答案。不会真是 C 吧？正确答案是什么？你要不要再猜？还要猜一下？我们不想再猜。不要再折磨我们了，这才是云岩猪血。导演组自己研发不是云南特色的答案就是木姜子跟昆虫总动员剁椒鱼眼。剁椒鱼眼，这是有这种菜吗？谁会只点一只鱼眼吃呢？它是一盘眼睛。哎呦，哎呦，谁会点这样的菜啊？剁椒鱼眼肯定不是。哎呀，哎呀，那我给了正确的引导。你得给剁椒鱼眼找一个充分的理由。你说你吃过，你就说有一种鱼，眼睛特别大，特别肥美。那就说滇池里面的特产的鱼吧，滇鱼。滇鱼。那滇池是禁止捕鱼。这题有点难，我刚才尝了这块木头，难以下咽。我觉得是导演组就是耍了个小心机，把它夹在里边。那我觉得是 A， 木姜子根。我跟你说，那就这个，最简单又最复杂，因为这个最好作假。凯哥，这么多季没有人相信你，来，我信你一次。来 FF， 哎，还要是不是？我也选。导演组自己研发不是云南特色的答案就是 C， 剁椒鱼眼。真源也一直要选鱼眼，我也一直要选鱼眼，把我前面分析的那一套都剪进去，我的高光，我的高光都要给我剪进去啊！对吗？我就说哪有单独吃鱼眼，没有这么一道菜，是因为这里有吃猪眼的，但是我们相当于换了一下，把猪眼变成了鱼眼。这个是真的，猪肉刺身是大理白族的传统美食，并且是招待贵宾时才会吃的。凉拌猪血是真的，凉拌猪血是云南当地的佤族、傣族、彝族的美食。A 选项木姜子根也叫珊瑚椒根，是云贵地区的特色香料。对不起，木姜子根，我误会你了，你是好吃的。我们差一点就都赢了25个黄瓜。玉米啊，对，不听啊，不听老人言，我一直告诉你们是 C， 把我这批一下啊，我这没有这一杠。目前双方的玉米数是，团队总计25根黑玉米，笨鸟总计35根黑玉米。哒哒哒哒，哇！绝了呀，朋友们，太丰盛了。你有认识这些菜吗？这什么泰国的泡面，这是那个什么柠檬鱼，这是那个凉拌菜吧，这是那个什么木瓜还是什么瓜之类的。凉拌木瓜丝。这个我来泰国必吃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个肉末，他们这边叫什么打抛猪还是什么的。打抛肉。打抛肉拌米饭，绝了。芒果糯米饭这个认识吗？这个是啥呀？这个是泰国当地人可以一天三餐粉是吧？不间断吃，一个月都不会腻的粉。哦，绝了，好吃。这也是那凉拌木瓜吗？这两个木瓜里面有一个是
一个是蟹，一个是虾，当地人特别爱的一个臭酱，叫什么？闻到那个味儿了，你是可以接受的吗？我可以，我可以。然后这个呢？这个是排骨，这个叫火山排骨，它本来更长，堆的会更高一点，像一座山。然后这个是迷你版一点的，绝了！我先造了啊，先吃为敬。我就每个来一筷子的，别浪费了，到时候大家还可以分着吃一点。哇、哦，这泡面无敌了！哦，朋友们，可惜了，我中午来之前吃了一个，太可惜了。打泡猪肉。绝了，它上面黄黄的是饺子皮炸起来的。这个咱们那边也还有这种那个螺蛳粉那种，是不是就有这个？那个是腐皮。哦，不一样是吧？这种粉是那种宽的，也有肉末鱼丸在里面。哇，绝了！是这样的。这两个，一个泡面，一个粉啊，这个适合当早饭，这个适合当宵夜，两不误。早上起来就吃点清淡一点的，就吃的比较舒服，对胃也比较好一点。然后宵夜的时候想吃重口味的时候，就整这个泡面，无敌，无敌了，我跟你讲。然后再配上这个打泡肉末，往上面一盖，我的天！宵夜要吃这么重口吗？宵夜当然要吃这么重口了呀。四川人都是吃火锅宵夜，当火锅拿宵夜吃的，好吧？你这四川人有在泰国被辣哭过吗？有被辣到过。我们那边就那种是香辣那种感觉，然后他这边那种就是，感觉他那个辣更尖锐。这个也很好吃，我就喜欢吃酸酸辣辣的东西，我自己吃那种小面啊，吃什么那种都得放点醋。现在网上已经被冠上了吃货的称号。我确实挺爱吃东西的，就四川人都是好吃嘴嘛，而且我很早就被叫吃货，就是那种上学时代的时候，当学生是爸妈同学啊，就都会说是个吃货。但我是那种就是好吃，但是食量没有特别大，就是嘴容易馋，但每次就一次也吃不下多少东西。可惜了，我中午来之前吃了一顿，太可惜了。但我是那种，就是好吃，但是食量没有特别大。这蛋不错啊，这蛋那个面上是那种焦焦糊糊的一层，嚼起来很有口感。然后它这个蛋黄呢，又是那种长生蛋黄，还是那种油生的，无敌了，朋友们。行了，我最后再吃个餐后甜点，芒果糯米饭，这个也是来泰国必吃的一个东西。明明芒果和那个米饭糯米这两个东西吧，它只能在我的胃里面相见，但是不能在嘴巴里面相见。
但是这个菜呢，就是神奇的做到让他们俩同时在我的嘴里面相见，而且就是那个味道还挺好吃，一口米一个芒果，然后再配上那个椰奶汁，嗯，就这么一口，香迷糊了。谁爱吃甜食？当然了，吃甜食多快乐呀！什么提拉米苏啊，什么巧克力啊，哎呦，嗯，它这个面上的这种脆米也很香。要不要尝试一下其他的？还有两个小甜品。嗯，这好精致啊，这好好看。这个，这又是啥呀？这个是楚露，它是有椰奶，有绿豆。这是啥？椰子糖。嗯。嗯，好吃。嗯。嗯，像个小石头一样。那这些造型造的都就很下不去手，下不去嘴，也感觉吃一个。这个如果没吃错的话，应该是个黑芝麻之类的，做的高点。完了，吃完我牙是不是都黑了？啊，是这样啊，不错，就是芝麻糊那意思。没有，实在吃不下了，朋友们。那我们就只能黑着牙齿跟观众说一声再见。拜拜，谢谢大家，很好吃，吃的太爽了。拜拜，你们录吧，我再整一口面。这泡面真好吃。嘚瑟瑟，是越来越简单。你这个第一个不太严谨，我知道是啥意思，应该是滴溜算卦，是这意思吧？是。嗯，拿了个梯子。四仰八叉。切了咔嚓吗？是吗？为什么呢？因为你刚刚写的时候是按那个七两那个尺咔嚓写的。啊，七是咔嚓。哦。破马上回。最后一题。是最后一题答不答案已经无关结果了。那不行，那得答，男人的胜负欲。就是鸡，我喜欢鸡的。他是鸡了拐弯吗？为啥？第二个为什么是乐呢？拐弯。啊 ，L 吗？鸡乐吗？乐没了。啊。不严谨，你给那个鸡你画个微笑，它是个微笑的鸡，就是鸡乐拐弯了，对不对？不严谨。哎呀，挑几个吃？挑几个吃？两个。我吃这个，这个挺好。吃个这个，这你确定能吃什么？这不是惩罚哈。这怎么奇怪呢？里面包的是果酱吗？腐竹皮包水果，能吃吗？不黑暗料理吗？
好吃啊，真好吃啊。这个板砖是干啥的？这个板砖是干啥的？哦，就是热锅的结果。你该说不说，我尝完这个奖励以后，我特别想尝尝那惩罚。来吧，准备好接受惩罚了。游戏二，名场面挑战，规则。题板上有用机翻软件转换出来的国产剧名场面台词的英文，嘉宾需要根据英文猜测出正确的原版台词和剧名，并进行演绎。四道题全部答对则算挑战成功。直接吃吧。还英文？我是个爱国的人，我哪会英文？来，高启强 ，I'm calling you。Listen up, you are just a trophy sailor. 高启，哎，他怎么说的呀？高启强，我告诉你，你听好，你就是个臭卖鱼的。对吧？再说高启强，你告诉你，听好了，你就是个臭卖鱼的。还用说剧名吗？眼睛，狂飙，过去，一个咋读啊？对，亲爱的呀，啊，你给改了，dear， dear， dear， dear 是dear 是谁呀？是改，啊，改不改？改。这个是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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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来学英文的there you answer me when I call your name， 哈哈 ，when I call your name， do you answer？ 我叫你啊，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哈哈，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西游记》，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嗯。I'll be fighting all my life. Can't I join? 我一辈子打架呀！不要享受的，不要我享受的。干嘛呀？这是。大姐，你能翻译出来吗 ？OK， 我们团队都不太会英语。抖音上很火的一个于和伟老师的经典桥段。我打了一辈子仗了，我还不能享受享受？是吧？《三国演义》啊。打了一辈子仗就不能享受享受吗？他下面一句你还记得？接着奏乐，接着舞。猜中几个吃美食啊？答对三道哎。啊，猜中几个吃美食？四道吃美食。你就说你只需要再跳一道就可以了。Baby bird。Baby bird， my branch， my branch， branch to go in， 啊哈哈哈，那咋说呀？你这就不认识了，我咋翻译啊？嗓子，啊，这是嗓子，嫂子，嗓子，嗓子，啊，Baby bird， 宝贝鸟，我最爱看的电视剧，你最爱看的电视剧。《甄嬛传》，Baby Bird， 宝娟，
我已经被宝娟坑了两次了，这是第二次。 baby bird， 宝娟宝娟，我的嗓子不工作了，不去了，我嗓子发不出声了，是这意思？肯定不对，我看就跟他似的。宝娟，宝娟，宝娟，我的嗓子怎么成这样了？所以就是答对了三道题，那么就从这里面挑吧。哎呀，太可惜了，惨败！我妈一点不想吃这个。这个吗？感觉这个应该是最难咽的，试试。哦，有点香啊。哦，就是你今天给我买的是皮带吗？昆明人不嚼槟榔吗？你看看，有他嚼什么槟榔呢？茶叶呀，这玩意儿估计也是虫子的虫子。好像臭了的乌梅，口感。哎，但你往后品。挺特别，比折耳更好吃，还能吃吗？看一下，可以凭实力吃，凭实力吃，没问题。哎呀，这边太难吃了，一会儿吃那边吧。来吧，下一个呢是跟唱歌有关。游戏三，猜歌游戏，只听关键词猜歌。规则 ：PD 播放歌曲中有关键词的 cut， 嘉宾猜出对应的歌名。九题答对六道，则算挑战成功。你说的白是什么白？你都放过来，有点作弊的，不想让我吃的那会儿。说一下歌名。哎，你是我的眼。答对。严谨点，萧煌奇老师版本。你说你会哭，不是因为在乎周杰伦。啥歌名呢？哦。啥歌名呢？麻醉场地。我觉得啊，这首歌我不会唱。有像那个你说爱像云要自在漂浮才美丽，是吧？对吧？看他的意就是感觉啊，来自于十年歌手的一个感觉。听一下老师怎么唱的。你说爱像云要自在漂浮才，听过。听过过。好，第四题答对几个呀？答对几个算是赢了？答对六个。九道题答对六道，三个了，这个两个。这太简单了，请你说过牵了手就算约定，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月光在里面，说，啊不对，约定。别让我十年的歌手砸这儿。废话，我不知道是张韶涵的吗？你歌名儿。约定都不是张韶涵的歌，亲爱的不是爱情。哦，亲爱的不是爱情。你说这严谨的算你对呢，还是不对？那，啊，不对，肯定要严谨。不对，不对，不对。好，下一题。你说，我都会相信。啥歌名来着？暖暖。
脚，偏偏注定要落脚。可能不知道。用心良苦。用心良苦。我一般都唱那个 K 歌之王、里面就有这句情歌王。哎，对不起对不起，情歌王今天招牌不保了。情歌王要扣一个扣一个。你说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啥歌？不该爱的人，该爱的人。跟梁静茹有什么关系？梦醒时分，错了，舞刀。哦哦哦。你说，你说白天前放学会做更远，普通一个约定。自信的唱对了，但是名儿说错了。这不是之前说的秘密。你说，你说，哎呀，这歌好熟啊！这歌叫什么来着？哎呀，怎么唱来着？哎呀，忘了。哎呀，哎呀，答不上来，吃吧。你说你好累，也无法再上谁。不酥脆了啊。像个小零食似的，这个玩意儿高蛋白。为啥这虫子有味儿啊？这可能不脆了，所以就有点味道，有点蔫了。那我们挑战结束，然后呢，反正剩下的你看看，你还有没有哪个是有？哎呦，我这个人特别喜欢分享，就大家一起来吧，有罪一起受，来吧。首先这个玩意儿啊。叫啥呢？你猜猜叫啥？我觉得它长得挺像释迦摩尼的，它是不是跟那叫什么摩尼果什么什么？啊，有一个叫释迦的。释迦，对对对，是那个。但它不是。那费那大劲儿。叫黑劳。咋吃啊这玩意儿？剥掉就可以吃。啊，就剥掉就直接吃就行了。好吃吗？还可以，赶紧吃一口。兄弟，你是没吃过荔枝吧？像一个特别大的荔枝，然后只有一点点荔枝水的那个，跟荔枝差不多。进嘴我以为我含了个大鼻涕，尝尝来啊，跟荔枝差不多，人有份儿啊，来。我高低我得给你，我高低得给他俩，好好评评。这个是，听说这个像百香果。我没吃过，真的。哎呦，听说。你别说，你这么说，你这不百香果吗？你看多百香果呀，是不是长得像火龙果？我不能喂到大家。这感觉应该还行哦，吃这个肉。哎呀，跟荔枝差不多。叫八月瓜。八月花。八月瓜。啊，八月瓜。八月有啥瓜？这个辣椒草莓。尝尝吧，我就说分享。咱们都老爷们儿，吃大个的啊、哦！我蘸汤，灵魂来，别哩哩啦啦的来。肯定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不错。荔枝哥来。有这么个男性同胞呢，来，真的很好吃，好吃好吃，这很好吃，好吃好吃。我是真没想到它是这个味儿，很顶。这你们吃过吗？
啥吃呢？啥味儿又不行了？不行。来来来，说来来。嗯，行，尝尝吧。发霉的乌梅。来吧，发霉的乌梅，多捏点。那是辣椒，别拿错了啊。尝尝吧。尝尝吧，来，是荔枝哥来。这就是一种菌吧，蘑菇味。我们荔枝哥又开始发言了，这就是一种菌吧，蘑菇类的。还挺好吃，挺好吃，是不是？好吃，可以细品那个。嗯，从专业角度来说，是不是味道是有层次的？对，是的。山珍，山珍，是不是像东北的那个？它海味的山珍。这个是东北茄子酱啊，色味烧茄子。哦，嗯，拌饭绝对行。哦，鲜花饼。全沾上。嗯，今日的最好吃的，我给猪皮。因为它很香。那再选一道最不能接受的吧。荔枝，刷新了我对水果的一个观点。失败的话还是可以吃，但是每一位成员如果完成的话，可以获得5000RB。哦。如果你们都完成，八个人最多可以40000RB。哦，这一趴顶到前面3趴了。对呀、啊，看来咱钱不够了，再加紧发了，现在没发多少。先吃起来，饿死了。啊，我们先从程程开始吧。好好，请为程程送餐。啊，我们都看着呀。啊，我们都看着呀。一个一个挑战。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吃是吧？啊，我这刚脱了，刚准备练活了是吧？啊，刚想吃，大干一场。好多鸡的呀！这么多？哦，太丰盛了吧！这么多！哇，好多啊！好饿呀！OK OK。太丰盛了吧，这么多，好饿呀，好饿呀，流口水，你要等到最后哎，都饿饱了，没事，我看着你们吃。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呀？你上面有有机农家菜、煎鲅鱼、米肠、打糕、扎参、腌萝卜、辣白菜汤、圆白菜、辣白菜、明太鱼干、四五加。晕了，完，什么加？四五加。哦，对对对，四五加。啊，你看那俩馋的，那俩馋的，你俩尝尝得了，我跟你说。真的，哎，我们这儿很饿的。OK。OK， 开饭。OK， 开饭。请听题。吃辣白菜。吃米饭。吃辣白菜。控制欲好强啊，有一天。吃米饭。好香啊。哎呦。吃辣白菜。喝辣白菜汤。警告一下。这就慢了啊。你能不能让我吃点别的？一大桌菜，你只让我吃圆白菜。对，辣白菜、米饭、辣白菜、米饭，喝口辣白菜汤、米饭。你上这么多菜干嘛？还是说你只认识这两道菜？吃明太鱼干，吃辣白菜，全。辣白菜要吃完了。喝汤，喝汤。哪个汤？对不起。哪个汤？对不起，反杀。哪个汤？对不起。你快警告姚 PD 一次，警告丁丁，警告警告，自己想一下那个理由。每次警告给自己警告。我们所有人，你盯过3次，你 out， 把 RB 全都给我们。都是你11年培训出来的人，很苛刻的。吃圆白菜，吃米肠，
吃沙参，吃圆白菜，对吗？对啊，警告两次，吃圆白菜，定定一下自己，你再说一次 out 了。哦，你还有机会，现在才警告了一次啊！你也还有机会，是你都被警告两次了，你也还有机会，你都已经被警告两次了，你也还有一次机会哦。吃煎鲅鱼，吐一次，吐。怎么还有这种题？你没有吐出来，我的。吐着了，你把那个刺给它扒拉出来。这次啊，吐鱼刺，吐鱼刺，他听成吐一次，我们也听成了吐一次，我也听成是吐出来，吐一次，吐。好，警告我，你满了，你三回了，警告。对啊，我们玩了。继续啊，你现在错了一次 ，OK， 你还有八个。用勺子拌石锅拌饭，吃一口，吃辣白菜，喝辣牛肉汤，吃打糕，全干手，喝辣牛肉汤，我一会儿也用手吧，吃辣白菜，怎么辣白菜？辣白菜汤要吃完了，而且是。吃的还挺优雅的，你知道喝一口辣牛肉汤，吃一口打糕有多余吗？又甜又咸又辣的。恭喜程程挑战成功，可以为团队获得5000RB。哦。然后啥意思？饭撤走？没有啊，你继续可以继续吃了。我先玩着啊，按你自己的节奏吃了。Oh my god！ 嗯。请问魏大勋送餐，一样的菜吧？一样的菜啊，一样。我帮你尝尝口味一不一那咱到你那你都饱了？我饱了。沙参。没关系，姚碧琪只会说辣白菜的，你就只要看好辣白菜就行。辣白菜跟圆白菜跟米饭。喊开饭，开饭。吃腌萝卜，萝卜萝卜，吃米饭，用勺子吃米饭，嗯，用筷子吃沙参，这么难、啊？怎么复杂了？看，用勺子喝牛肉汤，可以啊。用勺子吃拌饭，没错过。用筷子吃米肠，吃辣白菜，吃辣白菜，吃辣白菜，吃明太鱼干。吃蕨菜，吃圆白菜，我爆了。吃圆白菜，吃米饭，塞不下了。吃辣牛肉汤里的辣牛肉，挑半天。辣牛肉汤里有没有辣牛肉？有辣牛肉，我只塞不下了，我只塞太多了，它太快了，还功夫。等一下，你帮我们翻译一下在说什么？他在吐槽，说那个这不是吃饭，这叫折磨人。好，吃米饭，吃刺五加，吃米肠，吃沙参，吃腌萝卜，吃辣白菜。恭喜魏大勋挑战成功，可以为团队获得5000RB。接下来我们为周深送餐。哎呀，好想吃哦！都一样的是吧？都一样。其实没有难度了，对于周深来说。开饭，把石锅拌饭拌匀。吃圆白菜，吃打糕，吃蕨菜，吃香菇。哪有香菇啊？石锅拌饭里有。哦，拌饭里头，拌饭里面有，好难啊！有点已经难度有点升级了啊，难度有点升级了。看，我估计到白鹿那边，到这边得拿个放大镜看了，我的妈呀！吃海带，
吃芥菜，吃豆芽，里头里头，吃鲅鱼，土鲅鱼刺，呵，来无实物了啊，改无实物表演了，呵，有，等一下，把摇摇摇，时间来。没有，突然感觉像了一个松鼠，你知道？这条鲅鱼没有刺，软骨鲅，软骨鲅，软骨鲅。吃明太鱼干，吃石锅拌饭，用筷子喝辣牛肉汤。完美诠释。还有表情，完美诠释，真的是。这到后边主要靠演，我发现。吃拌饭里的米饭，吃胡萝卜。拌饭里的胡萝卜，没有胡萝卜。拌饭里面有胡萝卜。你让人拌匀了，然后再一个个找出来，确实有点难。太难了，这个。很遗憾，周深挑战失败。哎。很遗憾。看着我跟姚P D关系不是很好，给你出这么难的题，怎么回事？请为 baby 送餐。baby 等了很久了，感觉势不可挡了。这不太一样了，怎么感觉？一样，不一样了。No， 完全不一样的一堆菜。我没有石锅拌饭了。土豆饼我好想吃，哇，我好想吃那个饼。我再玩一次，我上面那个那一套那个的。baby 的餐里包括了高粱饼、金达莱饼、土豆饼、绿豆饼、泡菜饼、黄牛王排骨汤、山野菜酱汤、辣牛肉汤、明太鱼汤、海带汤。我甚至觉得自己的饭不香了。以及零蔗糖原味蓝莓味的安慕希。我记了半天，我在到这儿换菜了。喝一口零蔗糖口味的 M 七，喝一口原味的 M 七，吃泡菜饼，吃绿豆饼，吃金达莱饼，吃土豆饼，山东的好吃，吃辣白菜，喝海带汤，喝排骨汤，吃苏子叶咸菜，配一口零蔗糖 M 七。配一口零蔗糖口味安慕希，这个融合，安慕希说：“我又有新点子了，好好喝。”吃海带，管全，管全，吃海带，管全，为了赢也可以，拼了。喝排骨汤，喝野菜汤，喝辣牛肉汤，喝海带汤，喝辣牛肉汤。吃明太鱼干，吃泡菜饼，吃土豆饼，吃金达莱饼，喝辣牛肉汤，喝海带汤，吴国。对了吧，已经。这老清楚了，我告诉你。恭喜挑战成功，赢得了5000RB的经费。还得用手。好了，接下来是晨哥。晨哥，你刚刚有一个吞咽口水的动作。不由自主的，我只一个吞咽口水的动作。他一直在吞咽。血糖没事啊。我的脑花儿都谢了。为晨哥送餐。不会又改了吧？哎，也是这个。哇，好好吃啊！高粱饼、金达莱饼、土豆饼，你肯定没问题。好了，你就开饭吧。好了，来吧，开饭。把葱撒到排骨汤里搅匀。哎呀妈呀！喝一口不带葱的排骨汤。啊？啊？哥，没事，不要喝到葱就好。哎呀！吃绿豆饼。对。用勺子吃金达莱饼。用勺子吃饼。吃一口辣白菜，吃沙参，吃米饭，吃海带，吃米饭，必须上手，吃海带，
是辣牛肉汤里的辣牛肉。哎呀，哎呀，哎呀，吃米饭。吃排骨汤里的排骨。吃米饭。用筷子吃明太汤里的明太鱼。明太汤里的明太鱼。明太汤里的。明太汤里的明太鱼。哪个是明太汤啊？那是明太汤吗？明太鱼汤里的明太鱼。明太汤。那鱼字儿都给丢了，明太汤。喝蓝莓味的 MC， 喝一口零蔗糖口味的 MC， 喝一口原味的 MC， 吃辣白菜，配着葱花吃辣白菜。那有点心酸的感觉。这你摁那个，我吃对了。配着葱花吃辣白菜。我刚才就是嘴里有辣白菜，然后把这个葱花倒进去了，在嘴里搅拌点。你没看网上吃烤鸭的吗？把饼放这儿了，这不异曲同工之处吗？好，这个警告不算啊，不能算啊。吃一口排骨汤里的葱。最后，请晨哥佐以美味的安慕希，令你的这餐晚饭更加的愉快。嗯，浓浓的超好喝。恭喜晨哥挑战成功，继续为团队赢得了5000RB。好，那么接下来为沙哥送餐。又换了，又换了。我刚把这几个记住了，又给换了，我的妈呀！完了，沙哥全是菜。这咋给整的减肥餐呢？哪有减肥餐啊？你全是咸菜呀！你这都是肉，那有牛肉。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啥呀？辣椒、大蒜。这啥呀？大酱、辣椒酱。巷子洞，巷子洞是什么呀？你八爪鱼，看起来很不错，帮你尝。这叫什么玩意儿？我看，苹果梨辣白菜，辣白菜分好几个呢。沙哥很好吃。你的菜都很好吃，不是这个一看就是用什么桑叶包一片肘子，用桑叶包个蒜蘸一下酱。嗯、这个明太鱼应该挺好吃。这几位给我留点啊，几位，这那一会儿没了。哎，这蒜很好吃。这个好吃，我觉得。这几位，我的妈呀，上这儿来解决晚饭来了吗？八爪鱼你就别念了，导演，基本没了已经。你这最好吃，你这最好吃，我这最好吃，好，准备啊！我第一回吃饭还紧张了，我的妈，有点紧张啊，真的有点紧张。开饭，请听题：拿一片生菜，放酱肘子。哎呀，那五花肉，哎呀，迟疑了，没迟疑，没迟疑。叮一次啊，太慢了。放一片泡菜，什么泡菜？你得说清楚什么泡菜。我有两种泡菜，一种是原味泡菜，一种叫苹果梨泡菜。放一片辣白菜，辣白菜，包起来，手都哆嗦。蘸辣椒酱，喂给晨哥吃。早说呀！我给擦了手了啊。我想换个座子。拿一片苏子叶，放一片辣白菜，旁边的苹果梨辣白菜。到现在他一口都没吃呀。净给别人做料理了，都给别人做下姨了。用筷子吃一个辣椒圈，终于吃上了。吃一口辣八爪鱼，那个很辣。那个辣八爪鱼可辣了，非常辣。吃一口辣白菜，放一片辣白菜，放一片旁边的苹果梨辣白菜，放辣椒圈，放五花肉，放蕨菜。别哆嗦，别哆嗦，是不是在抖啊？放不了了，汪汪汪！喂给张凌赫吃啊，他这咋比我呢？你半天一口肉没吃着吧？我刚吃全是辣的，我多想吃口肉啊！我就想那口给我自己解解辣。大哥现在嘴里已经辣的要喷火了。拿一片苏子叶，包煎豆腐，放一片桔梗，
放桔梗。桔梗，桔梗。一口没吃上，然后还失败了。没事，这回你能光明正大吃了。我们继续把这个包完啊，放苏子叶咸菜。在我这儿呢，请。对呀、啊，我这里没有苏子叶咸菜。你得找啊，还要上别人那家吗？这个。哎呦我。我要不要上那款一个石锅饭去呢？款成石锅饭回来。石锅饭都下有了。我从吃饭到要饭了都。好，恭喜沙哥。哦，没有，对不起。打到要饭就赢了是吧？很遗憾，沙哥挑战失败。我先自己吃口肉啊，先吃口肉。现在为张凌赫送餐。不会肉感没变吧？跟我一系列没变。辣白菜汤、米饭、萝卜。白鹿，饿吗？饿，我一会儿就这样。这是什么意思？指不定哪个就送到我嘴里了。来来来来，开饭。请听题，拿一片生菜，放腊八爪鱼，放酱肘子，放辣椒圈，一起包起来，蘸辣椒酱，吃掉。吹口哨，还有这趴呢？又来个不会吹口哨的。拿一片苏子叶，放牛肉，放蕨菜，放牛肉，放蕨菜，放煎豆腐，放五花肉，放辣椒圈，蘸辣椒酱，给旁边的白鹿吃。赶紧滚！等一下，我的妈呀！吹口哨，吹口哨！你吹口哨就行。对，白鹿吹口哨。好，继续啊！吃米饭，用勺子吃辣白菜，吃煎豆腐。吃辣八爪鱼不许有表情。什么题？不许有表情。你特别看特别像羊驼。好，恭喜张凌赫又为团队赢得了5000RB。接下来轮到白鹿。嗯，我们一样的。来，开饭。吃巷子洞。拿一片苏子叶，放蕨菜，放牛肉，放煎豆腐，放五花肉，吃一口泡菜，吃一口泡菜旁边的苹果梨泡菜，吃泡菜，哇，吃苹果梨泡菜，在紫苏叶里放一片苹果梨泡菜，包起来，蘸酱，蘸紫菜汤。吃掉，吃掉，太狠了，塞不下了，咋办呢？就说他后来比咱俩之前的难，感觉太狠了。你整的我们都想都躲。一次警告啊，还有机会。好，来，用筷子吃一口煎豆腐，用筷子吃牛肉。刚才你一笑，那牙都是绿的，绿的，是这样，那也是。我在这一轮还有形象可言吗？这一趴好像都没有什么形象可言了。吃一口辣白菜，喝一口零蔗糖口味的 MC。